个灯。没有光的意义。打光的意义。没有光的意义。打光的意义。话是番茄蔬菜冷汤，会有点咖喱的风味，怎么样呢？牛骨煲汤，然后里面有炒过的蒜苗，还有法国的香颗粒野菇。那上面的话是原味脆片，然后上面的叶子是水田芥，建议可以把脆片拌进去一起享用。西班牙辣肠 chorizo 以及番茄炖粉条，然后就再淋上一些龙虾酱汁，然后这边准备小盘，稍等一下哦。钱卖被发现，西班牙一粒猪，上面的话是炒过的甜椒，啊，旁边的话上面是油封大蒜、综合香草、茄子、番茄卷。镶嵌的话是镶嵌的 ，OK OK。接错了吗？垂直，对，非常好。我接得很烂。不会，没关系。啊，里面有桂花冰、桂花蛋糕，然后还有炒过的苹果丁以及苹果冰的部分。那底下的汁是桂花苹果汁，以及旁边的是桂花泡泡。然后上面白色是优格酱，让您解腻做食用的。上面的一圈圆圈是巧克力脆片，是可以吃的。什么用哦？这个我叫烧。他说要把它打碎。好。录他打碎了。辛苦。然后跟的是啥臭子？它就是一种药草酒。好。哦。哇哇哇！哇，好香哦！好好。哦，好香啊！对啊，赶快挖。对，炒番茄朱莉冰淇淋。中间橘色的话是木瓜芒果碎冰，然后底下就是红心芭乐慕斯。它那个红色的像一顶的话是黑醋栗利口酒。那下面是红心芭乐慕斯。